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啊是-21°，现在是3月份，大家看见了吗？3月份在这个南方啊，都已经春暖花开了。你看看我们这面还冰天雪地呢，看看这雪，一点化的意思都没有。看这雪。今天呢，我让大家看一下，在我们这个地区3月份，这些上班的美女啊，她们都穿什么衣服？完了一会儿呢，再上我家里看看我母亲她穿什么衣服，完了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看看你们有没有想来体验的哈。咱们现在往前走，去找个美女啊。这老太太上面穿的是羽绒服，下面穿的大棉裤。我们这边的人呢，穿的都是羽绒服。咱们现在到我家啊，什么东西啊？猫，看看我妈她穿几层衣服啊？哎呀，我知道这猫干啥来了。我昨天买一根血肠啊，放在这儿。哎，血肠呢？妈呀！我刚才看见一个猫过去，我那根血肠让猫吃了吧？血肠都吃半拉了。那给哪儿呢？血肠啊？那就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，妈，你进屋。昨天他咋呀？你进屋，我等一会儿啊。大家先看一下子啊，看一下我家屋里多少度。我家屋里现在是13.4度，看看屋里面也不热乎哈。咱们再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我把手套摘了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名字，就是在我们当地啊，就是。80年、70年的时候呢，全用它点火。这个名字呢，有一股香味儿，看看，这是个名字，不好找了，这都是几十年才形成的。妈，那个你来，妈，你那个穿几层衣服？你跟我们说一下，让大家看看。现在虽然说外面都是3月份了，南方已经春暖花开了。我让大家看看，就是咱们当地人都穿几层衣服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别给我拍这玩意儿。不是妈，你给我们说一下，你介绍一下。我穿几层衣服，我就穿雪地鞋呢。看到啊，看我妈穿的鞋。我平常我都大鞋子。妈，你把鞋脱了看看。脱鞋干啥呀？我看你这里面穿的啥？袜子。你穿几层袜子？两双啊。看我妈了，我妈穿两层袜子。大家看见吗？这是第一层，这是第二层。这个鞋呢，都是最后的鞋，里面还垫两个垫儿，垫两个鞋垫儿。我还要带一个，我自己做了一个这玩意儿。再看看啊，完了，我妈这里面这个裤子里面是棉裤，大厚棉裤。我又做了个套了，又怕冷。然后我妈呢，她自己又做一个腿套，看看，现在是3月份呢。哎呦妈呀，冻死！那个，再看看我妈那个上面穿的啥啊？哎呀，你别拍我了，你上外。没事，妈，我看你上面穿啥？上面。这羽绒服吗？怪冷的。就一个羽绒服。哎呦，这衣服海了。你看我妈啊，穿一个羽绒服。是一个那个毛衣。里面一件毛衣。这又是一件毛衣。我这里头还是一件毛衣。我妈穿了3件毛衣，外面穿了一个羽绒服。还套了一个，就是屁股怕冷，后面怕冷。我妈又套了一个皮裤。短裤。实际我妈这个身材吧，她挺好的，但是在一个冬天呢，在这个东北啊，啥也穿不了，啥好衣服也穿不了。你看我，你咱们现实摆在这儿呢，我妈是穿了一条棉裤，完了又穿了一个腿套，
两双袜子，一双鞋，上面穿了三件毛衣，又穿了一件羽绒服。对，里面还有个背心。就遭了罪了。你们不还有想着上我们这来买房子的吗？哎呀，别拍我，快把他毙了。你们要是有想在这来买房子的，到冬天你们也得穿这个衣服，跟我妈是一样一样的。有啥衣服也穿不了，反正。什么衣服也穿不了。哎呀。身材好，身材好有啥用啊？你看我夏天穿这裙子照镜面有啥用？你们知道就是我们当地人每天生活都干什么吗？我带给大家拍一下子啊。我们这第一个事儿呢，就是每天的烧火。这个是木材，把木材放到炉子里。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活儿。这个烧完火以后啊，还得套炉灰。这个炉灰呢，就在这底下。这炉灰是每天都掏的，这是专业掏炉灰的工具。看见了吧？给它掏出去，掏出去，然后给它倒了。第三件事啊，就是倒这个脏水啊，因为我们当地啊，家里面都没有卫生间，家家都有这一个桶啊，就是包括洗脸的水、做饭的水、任何的水都到这里。这里啊有一个统一，我家家呀、啊、有一个统一倒的地方。咱们去看看啊，我去倒这桶水。哎。哇，真冷啊！一开门呢，一股凉气就进来。从倒水的地方一直到我家的厨房，有20多米，三十米，25米吧。这块就是了。看到吗？倒了一冬天，左右也没啥空隙了。快倒满了，等到什么时候倒满的时候，这个冬天也快过去了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